这边最有名的南昌小笼包，最有名的南昌小笼包，最有名的小笼包。欢迎大家来到南昌老街。当前游客较多，请勿在桥上停留，照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和老人小孩。去人多狭窄路段时，欢迎大家来到南翔老街景区。当前游客较多，请勿在桥上停留，照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和老人小孩。去人多狭窄路段时，不要拥挤。南翔老街祝您节日愉快，感谢您的配合。